他被囚禁了之后，被一系列的控制，最后逃脱了他的控制，反控制了他。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叫丁程鑫。我叫马佳琪。你留心的联系方式。 从来都不假思索，你锐利，我就腥风血雨，好久不见。我们今天来看看比较有意思的游戏。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，谁可以谁可怜谁无辜谁苟活，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。 就让我来带领你成仙解惑，刻骨铭心像一本情爱小说，越学溜越受酸，心越空，融越痛，千刀万剐的感情太深痛。太棒！不要还给我，不要还给我。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 以为对他好的方法是爱他，我觉得这种爱美太过偏执。爱他，就让我心跟着你起承转合，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，谁可以谁可怜谁无辜谁苟活，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。就让我来代替你成仙解惑。 但最后还是爱着这个人。